觉得有可疑，可是不敢确定。但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，赚个至少赚个一千，至少赚两千，至少赚两千。意思就是你不开回来。对不起，我不开回来，太早了。啊，你们那时候有要投繁星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啊，那国王你随便点一个，对吧、啊？对对对、啊，因为那时候你们不是没有投到吗？那没有投到，可是那时候又想要投谁？然后有啊，我们有投到，因为有那个啊，嗯，我们随便投有选举日啊，你帮我选一个，你选一个，二弟就雨月好了，雨月好了，第一天是雨月，然后第二天是泱泱这样子，对对对对对，明明雨月第一天去炸直升机炸的这么开心。对对，还被怀疑，超难过。哇，我真的好开心，我们和平。看到那个本机把玩玩炸掉，炸死。那个什么，超气，超气死了。不是已经开始那个送宝石了吗？怎么？啊，开始杰克过去，我没有去血条啊。不是，你不是看到我扔对他扔那个 TNT 了吗？那你怎么还是开了？开了力量往这边砍呢、欸？杰克过去的时候，他团团也在打他。没有，是我。我们说等一下，丫，我快死了。丫，丫，我丢个宝石。我是那个，我丢个宝石都白痴哦，团团要冒杀掉我，我的天！大家把人放框外。我觉得他是应该先打字一下才行。下次自爆记得也提醒对面。你要自爆，要打一两天是打自爆。自爆了，我回去了。回家了，记得迎接，不要打我。我要回家，不要打我。被自己的队友揍。笑死了，好笑。自爆模式，刺激刺激。很好玩，好天。关键中长。中长。我觉得我们这队太和平了，完全没有猜谁是那个间谍。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露出来，就都是很正常的。正常。对，一定的。我们第一天也是猜不到。然后小雨就用魔女点点名，给我点失败了。点点，那你们第一天点谁啊？出来了，点我，点巧克力啊。他点两次，他就也觉得我是好人，然后我就说那你再点一次啊，然后就哎，怎么又是我？好吧，有办法吗？还是你故意的？其实这个完全都怀疑的，有没有？故意绕过去的。没想到你们大家看起来都还不错啊，完全没有想说到底是谁。真的难想哎。真的，你们的将领还把钱全部都掏出来，我说哈、啊，你不是，你一定是好人，你一定好人，掏心掏肺，掏钱，掏心掏肺，换装备就想要给我们钱，我想说有事吗？真的，哎、欸，我用母爱在养你们呢。母爱，然后不养母爱，然后不养自己。那他是妈妈。我刚刚怎么想到母奶啊？孩子们，不舒服，吃饱一点。加卡拜哈。进来。加帕金肯。进来。第一次当间谍，觉得压力好大。嗯，之前都没当过哈。有啊，可是之前当没有那么大压力啊。因为有关系到那个、啊，有感情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无间道，无间道到后面已经有感情了。不想开这个国家，舍不得，然后把他们国王砍了。他边哭边砍的呢，边哭边砍。他不是故意要打你，然后本金就过来了吧？这个感觉本金就过来，结果我的眼泪都没了，都假的，还气到跺脚，蛮伤心，突然变很生气。这样跳上去吗？哎、欸，有这个方块啊 ，OK。现在多了好多种墙、啊，一点哇，一点五跳一点五，哦，多超多种墙，我好喜欢哦，吓死我啦！你还有啥？还有这种墙、欸，死我啦！彩铃死我！今天要带大家认识各种墙，真的，抱歉来晚了。每个都长不一样吧？好。
好白哦。什么？钟是要放在方块上才可以哦。好。对他要他底下有东西。来人铺路啊！走没路了的。Oreo， 打下去啦。Oreo，Oreo，Oreo，我会回你。是哦。什么东西？鱼人，鱼人，鱼人还不错看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鱼人配音真的很猛哎、欸。对，可以配的那样。这样子。Oreo。Oreo。你们换这个、啊？哦，绿绿绿绿绿绿绿。那你们喜欢走还没出现走样的、啊？哦，绿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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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。所以你们要夹心很多就是了。对，我也是夹心。没有，最好是只要绿绿绿绿绿。只有绿绿绿比较好。啊，是我喜欢藕哎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喜欢藕？对，我喜欢藕。是不是？对。因为藕可以剁碎去用很多东西啊，比如说饼之类的吗？对啊，你可以拿泡面之类的。那个好事多不是之前有卖那个冰很好吃吗？配那个什么 Oreo， 哦对 Oreo 就真的是冰旋风，结果那没卖了，没卖了，对啊，那个没卖了。我之前上去要买，没有了，超可惜。哎，那个可以踩哦。上次我买，我自己吃掉一盒，好爽。哎，那个真的一样，一模一样，超扯。那个真的很好吃。对啊。我真的是生平第一次知道，是不是在那边买，感觉就是直接现赚两杯冰旋风，不止哦，我就不止，不止，他那个还蛮大的，超多，对，而且冰旋风还涂起来啦，这里吗？涂起来了，涂起来了，我觉得我跳不过去，哎呦，这边那个灯是幌子啊，我用什么？那可以踩啊，可以踩，那可以踩，没有啊，因为旁边就可以跳啊。哪里？哦，对，连这个都有这么小的海灵石墙，对啊，哎哎，好看，下一次多一堆，谁放的？什么岩贼？岩贼，哎，岩贼，哦，你不让别人跳哦，这个难跳，这样很过去。今天是那个啊，各种石这种墙壁的那个时间，让大家认识墙壁，认识 Oreo。Oreo， 我遭到小雨了，我的。然后你看前面这边墙叫做 Oreo， 然后你的右边那边是哦，可以可以过来我。你为什么不换个思考方式 ？Ore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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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reo。那我们现在我们一排都站在这里，他们过来。好贼呀！哎，为什么我站在这里？这个哦哟坏耶！就站这样，站一排好了。快快，有屏障。哎，白金你在干嘛？来拍一下我之前吸血鬼的吧。嘿，对，能跳过来，哎呦，也不容易啦。但是，哎呀，我这边当屏障，人屏障，白色。哎呦，哎，好帅哦！哇，好酷哦！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那个经验值有一个鬼道，对啊，在你前面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自己知道吗？咦，怎么往上？好帅啊！这个超，哎呀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大靖都这样子了，哇，哎，好厉害哦！大靖，你这样牡丹啊，大靖，经验喷泉。哎呀！哇哦，好帅哦那个！如果说，好玩的，如果没有人在旁边会怎样？因为他跟着人，又团团，他就往外。那个熊猫，你的 skin 尾巴记得改白色哦。专业的，专业。哇，这你好远就，哇，这为什么？哇，为什么很奇怪的角度啊？好帅啊！他刚刚超奇怪的角度哎。他乱喷哎，这超像那种链子有没有？对，蛮像的。然后那个甩一个，哇，他这个大爆喷啊！哇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哎，怎么又来了？
没有，这个不是快尿完，快尿完了。接一下，接一下。哇，好屌，好屌！这回旋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做到的？哎，这其实没开麦，这是环绕环绕的身上哎，没开麦。好屌，这尿会转弯哎，怎么旋转？那刚走大爆射，太远了，射太远了。你说这样子吗？那怎么转弯的？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太迟了，太迟了吧？太躲过团团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还力气！返老还童，返老还童。好，我在想可不可以那个，可不可以直接，可以把那个郭富低满啊？不是啊，他明明往下垂，明明往上垂。对啊，好强哦，好厉害，无重力，无重力。我知道。哦哦。莫名其妙。我想把他漏斗低满。那个不是有那个吗？什么会魔法的松鼠？那可以低满吗？不知道哎，不知道会那个吧？低满会那个，不会满吧？就只会几次机会漏出去，漏啊漏啊，外面重叠，跑到外面去啊！还要碰撞，杰克是吸干净了，然后侧绑一下侧漏啊！哇，哎，你好像旁边有东西，哎，不行，要有翅膀，翅膀才贴得紧。别意防侧漏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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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完了完了，这个有两个洞的，没办法帮。只要越来越卡吧，现在只好加大型了。哎，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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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光卡了，吸了吗？吸了吗？吸光，为什么不用买了？找这两个就好了。精华，光光，还少人。你为什么这熊猫的后脑勺还有两颗啊？我看后脑耳朵吗？前面有耳朵，后面有耳朵。对，可能想，对。他前面是眼睛。前面是眼睛吗？他想前后看起来都有耳朵吧？演化了有没有？后面让人家看着就在看他。这个是还没走过来的。跳啊跳，往前对。跳，跳啊！竟然两个小队长。跳啊！不要怕，跳。特里，特里，来打过来。特里。大爆破。熊猫啊！走了，天啦，这里啦，天啦，他心想你在干嘛？读起来，哇，被愉悦读起来了，哇，过不去了，没了啊，走这走这，那你过来，过来啊，过来，那你只能绕一圈了，走了，过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引路引路，指路人，指路人，指路不要再说，指路，他是马，他是马。是怎么喷从温喷出来的啊？哦，改位置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要改这个。你也可以直接跳进去，不行吗？哎、欸，不行。这也喷太远了。你要跳这个灯吧？跳这边。龙首喷泉。要高一点，要再高一点，那经验的位置要再高一点。啊哈，下去了。经验值哪里？啊哈。嗯，经验值再高一点点的位置。好了，它起始点要高一点。这样子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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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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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在干嘛？好帅哦！龙首喷泉。好帅啊！很好。超帅！怎么动太快了？跟我一样帅。那个龙头吗？可能要再长一点呢。我是说，哦，是他的嘴巴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天气冷啊！喉咙哑。OK。你要往左边，往右边，再往左边。差不多要关掉了，要准备开始了吧？要开始了。没啦。对对。打掉。再知道就没啦。一二三四六七八十。你要感冒了。嗯。我觉得我最近又。有你哦，你不有症状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最近喉咙开始痛了。完了，剑三害的啦。剑三，又是剑三。我的电脑没剑三哦。可是酱油的有啊。剑三打水晶。嘿。玩剑三都是在跟吼。
坏了，有人再说一次吗？叫你删掉剑三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其实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就是剑三害的要。要你删掉剑三啊！先给我就对了，要什么地图？加油！要海洋，海洋好，海洋太难了吧？游泳游起来，要打到多久呢？八千分。我挡你吗？拍水拍水。海洋就那个啊，去老鹰去老鹰。嗯，要炸爆他的老鹰。好，炸老鹰，炸老鹰来了，炸嘴巴要喷炸老鹰。你要老鹰嘴巴要喷什么？老鹰喷什么？国王哇！当一个领袖，巧王。巧王，巧王子，我不要当国王。巧王，当国王会有很多束缚哦，很多事不能做。哇，我总是刚好脚翘的地方。好挤，好挤。小雨比较聪明，他从另外一边，有点远。哎，谁有人呢？哎，把水那个入口堵起来，会停。哎，姐，哎，怎么刚才就惊啊？好扯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二零现在才下来？二零才是真正的与世无争吧？与世无争，下面乱成一团，然后二零默默的下来。下面应该吵完了，可以走了。那可能听到那个海鸥那个麦麦麦麦水喽。哎呦哎呦，谁？